天渐渐光，你期待的是什么？是新的日子，也是未变的过去。最怕你已经惯习一种无进步的奢侈，咱来替伊讨回公平甲正义。所以啊，下步行好在，何必管色彩？用白色力量的意志，将黑暗变过来，唔通受束缚。台北市长柯文哲戴上市议员参选人徐世勋的帽子，帮他拉台宣誓。果然是人气王，坐在底下不停有民众要求合照。对参选人来说，只要有人气，就有机会拉台气势。我跑过很多选举的场子哦，今天最特别，最特别啊！一般哦，拢是在画下面动算，你知道哦？哎，这里这么有，我们有这么高国际水准的这种演唱会，请大家继续支持他。OK， 谢谢。我本来以为徐世勋议员选情相对稳定，没有想到他遇到各种抹黑的谣言，选情更加的危险，请大家帮忙抢救他。请力保年轻专业松山信义，一号徐世勋，一号徐